我们欢迎第一位旅客啊，要来我们康熙的，来，请欢迎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要过海关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海关人员，你有觉得他的上衣跟高跟鞋不搭吗？这样是不是违法？对，这算是情情。哪里违法了？他的随身行李箱是那个名牌，可是这名牌现在已经颇为常见了耶。对，太多人用了。我其实没有带行李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快哦。对，欢迎第一位旅客。这个还蛮气派的。这个很女星哎。来来来来，他赢在他本身是 model， 所以他就算鞋子脱了，他高度还不会落差。而且他占了一个很夸张的站姿。可是他如果高跟鞋脱掉，跟墨镜脱掉，不是像人蛇集团跑下来的吗？可是你像胡瓜哎。他之前就是模特哎。哦，对哈。我们同公司啊。你曾经同公司。曾经是同事哎。不会还曾经一起走伸展台吧？有啊，有一次我们有，而且还他还压轴哎。我们这集不是要针对你，我们就。其实我觉得你们继续聊。如何把墨镜一抬就箍在那个头发上面，看起来很像你像法去度假胜地回来。那很简单，就是往上推就好了。你先示范，先往上推就好啦。嗯。你要开直升机吗？还是我先走好了。对不起，你走了没有？没有人可以攻击。干嘛瞪人？小 S， 小 S， 可不可以拍照？你自导自演这一切，哇！哦，好厉害啊！没拍过太长，所以你也会吗？一推把眼镜推到额头上，啊！哇，所以要有一个眼神呢，脱就不能够那个。你到底在机场在拽什么、啊？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。小野，那个眼镜是真的用的吗？眼镜现在应该已经算是非常 out 了。对，眼镜框上有一个花色，这个东西一年前很流行。即使是两年前，有人真的把它带出门吗？两年前甚至舒淇都迷过。对啊，以前舒淇都有戴这个。可是是两年前。你知道，就是有妈妈之后，你就会想要戴一些跟小朋友有关的东西。所以你现在还戴这个出门？我戴啊，我跟舒淇又不是同一个 level， 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别人看到你会不会说哦，两年前？我们还以为明星是来自其他国家，没错。然后他好像有入选最近一个排行榜上非常了不起的名次。他好像是这个亚洲好像唯一入选的。是小 S。是前十名唯一的。如果那个排行榜里面没有我的话，代表这个排行榜应该就是一个废的，不是公正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明星等下进来讲。我就跟他说 ，I'm just kidding。好，那欢迎他出来。好，我们欢迎他。OK， here， yes。他是第一位披着外套的人，而且他的行李箱应该是目前为止最时髦的吧？对啊，好可爱哦。我本来觉得他披了只是纯粹为了威风，就是为了过关方便呢。可是如果这样披了，是不是就不能背上这样的包包？对啊，而且还不能拿东西抱小孩啊，不可能。他没有要抱小孩，手拎。他拿这个包包，你们也都没有拿，你们都拿好大的包包哎。可是很少人出国会带这种包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也是手拿包好吗？你那不是一拿的手拿包，假。他这种就感觉后面有跟佣人或是助理的那种才会这样。他后面那也听得懂中文。怎么办？阿姨坐下来会不会英琦就逊色掉啊？我看马上顶腰。英琦看起来是很怪异啊。所以今天才知道他世界排名第二。你有福气吗？啊？你有福气吗？因为你不在榜上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就在座都是败军之将，榜外之人。你现在坐在他旁边有没有压力很大？我吗？因为他感觉妆非常淡，而且他脸好小哦。真的？你为什么不讲？你还在听人家翻译？你也需要翻译吗？那是。哎呦呦，比了比了，好好，谢谢。哎呦哎呦，肉色内衣露出来了。你要不要捡一下行李？可以，我快点把毛衣脱掉。不要！我觉得小脸 so small， your face is so small。My face is very small， very。
怎么样？可以是你的妹妹。妹妹是吗？这么小。他有25岁吗？可以问年纪吗？你们这些家伙。1986年生。Over 25？ 1986年也没有。28。28。怎么了？She got three kids. Three kids. Three kids? Yeah. Three kids. And two husband. 可以。She had a husband before. 她脸其实好像比你还窄哦，真的有好像有窄。五官没有吗？你干嘛眼神那么傻？你怎么敢讲这句话？你整个人比他立体很多。他来台湾之前有听说台湾的住的地方，酒店旅馆会碰到鬼吗？哦，很多。不要问，谁知道排名第二？排名第二的人应该不怕鬼吧？韩国人喜欢聊这种在住的地方遇到鬼的事情吗？很多也会聊很多。是哦，有了没？尤其是夏天，会先敲门说打扰了，然后再进去吗？Why? It's going to disturb somebody inside. Because there's a ghost living inside. Oh, really? Yeah. Oh, you guys do that? You knock first? Yeah. Oh, I should try. No, because you knock first and it knock back, you feel scary too. Then just non-stop, just call, call, call. 你知道在那一瞬间有点就是觉得我们是疯子。Clara 是不带枕头的，因为他搭经济舱啊，去商务舱那边要那个枕头也会给他。我也是啊，你要什么他都给我，我要。对对对。I want everything they will give me everything。你根本没有坐过经济舱，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不要假装，你们两个都不用假装。好，可是我真的很好奇。Clara 那个包包真的太小了。So. And perfume, very small. 哦，这个我也有，我不是要跟他竞争，这个真的是我很喜欢。I have that too. 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有哈。哦。Smell very good. I like that one too. Lip tint. 哦，这个你没有。我有，好几支。好了，他那个随身行李箱。你看得懂吗？你说黑色金色的兔子，我觉得很可爱哎。其实人长得美，好像拿什么都 OK 哈。会不会下次我在机场遇到你就拎着这个随身行李箱？但我会买更大的兔子。